正式接触流行舞蹈是高二的时候，从小看 Michael Jackson， 然后会模仿他的动作啊什么之类的。小时候妈妈觉得跳舞的女生很漂亮，所以就希望我去学跳舞。一开始教课我就是很就是要很用力的把我心里面想的东西完全让他们知道。就我对这首歌的情绪啊，不单讲是动，就是情绪，心里面的东西会心情，就会连这个部分都会传达给他们，知道说我听了这首歌是什么心情啊什么的，就是要也希望他们能在对这首歌跳舞的时候也能跟我一起同样的感受。我想要当一个很厉害的跳舞老师。喜不喜欢大金鼠这边的哥哥姐姐？喜欢。然后你要跟他说什么话？没有啊。谢谢你们那个帮教我那么多。发觉舞蹈可以让我的身体可以说话，就是可以说出一些就是平常没办法表达的东西。跳舞的运动它是有挑战性的，当你做到了这个地方，你看镜子里面的时候，你会有这种成就感。会一些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可以用跳舞来放松自己，然后跟大家一起有一种目标，有一种专注的感觉，很棒。想要挑战不一样的领域，就是接触不同的舞蹈，多尝试自己可以做出什么不一样的可能。我希望就是我能跳到不能再跳。我希望能够将这样的热情传达给大家，只是我是利用舞蹈，别人看到我跳舞会很高兴，那为什么我把这份快乐可以传达给别人，就是这我的梦想。就没有设定什么目标，我觉得最主要应该是让自己快乐吧。跳舞的时候我觉得最有自信，而且最快乐。
会再改变，就算再改变也只是增加不是减少。我喜欢跳舞，我觉得就是一种态度，一个放松的方式，很喜欢到老最爱